支持我们桃园平镇，好不好？2023最后一天，赖清德前进桃园，不止拜庙参香。我一定很多地方我一定做得不足，但是我没有放弃，不断的检讨改进，希望能够做到牧师还有各位兄弟姊妹眼中一位好的政治人物。也到航空城灵粮堂与不同宗教信仰民众互动，甚至以大伦女婿的身份回到太太的娘家桃园大伦。我太太是桃园吴家了，吴家的宗长就吴应东大使了，我这个傻女婿了，他非常疼惜，他从来没有担任过竞选总部的任何干部了，这次担任清德后援会的总会长。就连国民党前主席吴国雄的堂哥也现身力挺赖清德，赖清德跑得勤，2023的最后日连赶七场。我已经全台湾走六遍了，现在已经进入第七遍，有的是进入到第八遍、第九遍。从桃园刘仁照、彭俊豪到新店曾伯瑜、三重李坤城，等于从桃园跑回双北，七场行程满满满。一定要走出来，不管答案有多大，台湾是世界的台湾。赖清德刚完成环岛拼图，更推出《美德赢台湾》竞选歌曲 MV， 集结精华画面，陆空战齐发，冲刺选情。除了拼总统胜选，更要国会能够过半。三立陈月、朱淑君，新北桃园综合报道。